小黑。那今天我们新向您来到了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地方，来到这里我们一定要请一位经常带给大家欢笑的明星嘉宾，这才算是锦上添花。那今天我的搭档是一位帅哥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黄艺昕。大华 ，Hello， 你好。哎，大家好。哎，关照一下啊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旗子。这边的朋友，那边的朋友。哦。这是干嘛的？给我的道具吗？对啊。那我今天就是要演一个导游。导游。广州团啊，东北团啊，什么团？哎，导游是对的。导游是对的。对啊，但是光导游多没意思，那多没有难度。我们今天给你的任务是让你出售我们后边游乐场的门票，但是你知道吧，我们其中有两个不能说。第一个不能说呢，就是有粉丝认出你，你不能说你是黄艺昕。No， 我不是。哦，认主也不能说。对，第二个就是不能跟大家说我们在做节目。哦，还不能说是节目。对呀，一切都靠你了，朋友。哦，行吧。啊，特别勉强。早知道就不来了。我来卖票来了。我相信你的实力，怎么样？好嘞。准备好没 ？OK。加油！加油！我们现在就出发。过来三个人啊，两个女的，一个男的。哎，你们好，你们是来欢乐谷的吗？对。买票了吗？没有。售票处在那边，然后他那边门票是200，还有那个就是说，如果有这个可以打八折的吗？有这个可以打八折。我这里有门票，是还可以更便宜一点，你们可以从我这儿买。看你们票什么样的。好。这样的。这样的。啊。进去的时候应该有什么项目人员跟着。啊，不会，不会，这不，这个欢乐谷不一样，我玩过好多次了，啊。那就是说，咱进去，你什么项目都可以玩，也没人管啊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不可能。大黄，你好厉害呀，出手不凡。不过你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搅局的是我们节目组的副导演，成功并没那么容易。哎，还在毁自己人呢啊，还在给自己拆台的，我都快卖出去了。人家一看这票，这都嫌贵，那个这能进去吗？这个门票就进去就能玩，150吧，行吗？150一张，他门票是200。行，震撼票。进去吗？你这票真行。我确定可以进去。确定啊。我们要进去怎么办啊？能进去，您不能进去，我给你退钱。哇！哎，好的。真的拿钱？人才呀！看来大黄不做生意真是可惜呀。导演规定50元一张，他不仅卖出去了，还涨价了，150元两张，涨幅可是50%啊！哎，帅哥，买票了吗？买票了吗？没呢。没呢？有几个人？我这还有两张票，我差不多下班了，能给你打个折扣。不是，一会儿我们在那儿买吧。啊，也行，您先去问一下，要是那边嫌贵的话，再回来我这儿给你打折。我头一次，他们这儿门票多少钱啊？门票200。200。啊，然后我这边可以打特低的折扣。您这多少钱啊？最少八折。八折。嗯，您先去问一下。160。对。好，行，收好。哎，行。哥们儿，你的票越卖越高，挺有生意头脑呀。小本生意能挣10块是10块。